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ar、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广州玉丸堂、上海超易卡牌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来介绍一副索尔雅克忍蛙 Tech Team 加上四二真龙的牌组。因为有人在问说，芒果芒果，这副牌配四二真龙行不行啊？当然行啊，那当然就是要走这个异兽环理由。那要怎么打？把异兽环拿出来充人的话，就要靠我们这个胡巴啦。好，先看到我们主角，来，主角齁，一个二一个五齁，打三十滴，看自己场上的二能量数量乘以三十。所以说我场上如果有五颗能量的话，我会打多少呢？就是180滴啦，没有问题。来 G 三齁，它可以从墓地拿两个二系的 G 叉或一叉宝可梦直接飞到你的后排，那你如果再有额外一个能量的话，代表说你有二叉叉都可以，那你可以把那两只飞回来的宝可梦再额外各携带两颗能量到身上飞回来到后排，那这个 G 叉芒果是觉得用不到，好不好？真的用不到，好，非常的鸟啊，用不到。好，再来看到我们这个胡巴哈，它这个话基本上应该就是拿来换血用的，来打实力看对方全场的特性宝可梦。数量乘以20，对方如果场上有五只的话，我会打多少？猜，快点，来110滴。好，110滴的话，打个其他蒂娜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胡巴 GX 啦 ，GX 很少登场，对不对？但是他的第一招真的非常非常强大。来，第一招吼，随便拿两张卡到手上吼，从牌组拿哦。那这时候就可以为了什么东西？为了你的铺场以及吼怎么样？你可能下回你的胡巴就会被干掉了。那被干掉的情况下，拿什么东西？拿你的异兽环出来嘛，对不对 ？Stand by。Standby 准备好，对方只要一杀掉你胡巴，你的异兽环就噔噔噔噔全部冲出来，加上它的特性，好，那我们的这个忍蛙 Tech Team 就可以直接达到一个超级高爆发的一个效果啦，对不对？好，那来第二招160滴，下回不能使用这个招式哦。来 G 叉很酷哦，打30点，打6次，可以放在对方的 G 叉一叉身上。你这个30点要怎么放都可以哦，但是可以放6次，注意是6次。所以说哦，如果你可以拿来做补刀的动作啦，或者是说我觉得看情况啦，真的看情况做使用啦，我也不会解释，好不好？所以说可能这个狙杀稍微用得到，但是我觉得异兽环开完之后呢，可能我们这个伤害应该是爆表了，爆表了，所以基本上可能就会用到我们的双枪，直接把对方主力抓出来，直接秒杀，秒杀掉之后呢，对方可能把我干掉之后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就是用四二真龙或其他东西来做尾刀的这个动作，看情况，好不好？好，那异兽环3张应该是够用啦，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放到4张，来狙杀球放3张，就是为了抓我们东东鼠以及我们这个出来比较。重要先重要，赶快抓出来。好，那双枪的话不用讲，就是为了抓怪，抓对方的怪物到前排来，直接来做秒杀的动作。来，能量转移的话，其实说真的，如果你已经养好养满情况下，那我们真的太顺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让四真龙冲回来之后呢，我们直接160开始揍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开始揍或者怎么样，我们直接做撤退，用我们这只索雅克来继续攻击也是可以的，看情况。那宝藏放4张就是为了丢我们的能量以及抓我们的这个四二真龙，因为这副牌四二真龙优先赶快全部给它做出来，做3张做3组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下啦。来，宝可梦交换通信也是看情况做使用，做出我们一开始做出我们这个胡巴来做抓牌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在这副牌。所以这副牌的战术第一个最简单的就直接抓2张，就是用力的铺场，然后抓2张，然后抓你下回需要用的东西。那如果没死的话，直接这异兽环直接开起来啦。那印章放1张也被不时之需吧。来，交换放2张，就是怕哈。虽然说你起手如果是毒贝比可以天能量做撤退，但是你天能量做撤退的情况下，你的胡巴就不能使用第一招了嘛。所以说你看，芒果放2张交换加2张这个暗黑城市就是为了我们如果起手是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做撤退，免费撤退的话，让我们的这个胡巴上去来抓牌这个动作，好不好？懂吗？那森林放1张就是为了丢能量然后抓我们的能量出来，那让我们的四二真龙可以来做冲的那个动作。我们讲四二真龙对不对？特性就是从墓地捡一个能量冲到自己身上每回合可以使用1次。那攻击力打80点，那如果对方奖励自己奖励卡剩3张的时候，可以打160点，这样懂吗？好，那这个就话4张竹篮，4张莉莉爱，1张莉加，这个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好。四二真龙留的忍蛙 Tech Team， 忍蛙 Tech Team， 测试看看，在哪里啊？这里来，索尔雅克四二真龙，看一下对手吧。电草钢，电草钢 ，What's this？ 好，电草钢什么东西啊？电草钢。哇，没怪那呢？
电炒缸，我现在想到的，哎呦，这棋手好烂哦，没有办法绿牌啊，搞什么啊？我没办法绿牌啊！草系的，哎，我觉得草系的好像有机会可以打哦。草系的话，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当一拳超人哦，应该吧，应该吧，吧，好，没关系，因为草系就是硬嘛，硬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忍蛙哈，直接把它干翻，好，有机会把它干翻。好，看起来是哦，那就做吧，做事吧，因为我现在手牌爆炸了，不对吧？放九只人物，放九张人物加一张东东鼠，你还不够绿？那怎么回事啊？这不太对吧？尴尬，这下真的很尴尬了。好，电草缸，电草缸，缸是基拉奇，电。好看四张哪两张？所以他这个是新配法的妙蛙花，对不对？芒果有拍过妙蛙花 ticketing 哦，那我觉得我组的比较好，真的比较好。我现在只拿竹篮啊，不知道拿什么，不知道拿什么啊，对不对？好，换你。那基本上等一下进化之后冲一颗能量，我们就继续拿咯，因为他秒不掉我吧，应该是秒不掉我吧。你有办法撤退吗？再拿哦。好哦，他是用这方法来绿是不是？好像可以学习一下哦。不过我觉得我组的比较好哎，因为我这个基本上后手有机会直接秒，直接开咒哦，直接开咒。好，那现在就直接进化哈。那现在手牌这么多，我跟你讲，我先不要搞他，我现在不想搞他，我先把我的该做的事情先做好，我再来搞他。好不好？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才对。然后我想一下，等一下，东东鼠啊，我要拿东东鼠吗？不要不要不要，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要拿竹篮呢。我等他杀我哎，你不杀我，等下我要动作了，我秒你了。我真的会秒你哦，我没有在跟你唬烂的哦。要东吗？好吧，动一下好了。因为我现在秒他，就是纯粹就是用这只秒，就用这只秒，就这么简单。那你不跟我打的话，那我就跟你打咯，因为他现在不想跟我打。好，想下拿什么东西？场地已经有了，那我现在再进化一次没问题。然后啊，异兽丸剩一张哦，要求我想下哦，异兽丸剩一张哦，竹篮有了，那就拿能量咯，好不好？拿能量咯。他现在不跟我打、啊，我现在就等他打我啊。欸，就是你要有危机意识，就是说哈，如果下回合这只胡巴一定会死的情况下哈，你必须要怎么样？好，滑板车有了，他开打。好，终于开打。这只其实送你我是没有什么关系啦，其实我们可以再抓一回合齁，可以再抓一回合，我们可以再抓一回合，不要紧张，因为他也知道说不能再等下去了。那下一回他就秒掉我了。好，秒掉我之后我们的异兽环就可以开了齁。好，我有 switch， 不用担心齁，各位不用担心。哎呀哎呀，好，这只就是送你的齁，这只送你没有问题。那现在这情况呢？来丢，拿贴 switch， 有没有看到 switch 好用吧？好，基本上稳了，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这个直接拿什么？拿异兽环，好，拿异兽环跟能量，好，有黑四是不是？异兽环，好，来，我们拿异兽环。好，那基本上现在应该我等一下就可以秒他了吧？除非他干扰我手牌，那我等一下杀他之前，各位，我要杀他之前，我一定要先印章一下，好不好？所以我拿这两个应该够了。
那我等一下能量有多少？看一下哦，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哦哟，才八张哦，八，我看一下，算一下哦，来，一二三四，我310哦，应该炸掉吧？应该可以吧？好，各位秒不秒得掉呢？我们来看一下吧。首先，先丢。好，先丢一张，再拿一张，好，剩四张是不是？一，应该可以哦，感觉可以哦。二，来，二四六吼，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可以，好，杀掉了，就这样子。在杀之前呢，我们要耍剑一下，好，耍剑一下，先印章它。好吧，先让他。那我们要这个场地也下一下，没问题哈。场地下一下没问题，场地下一下，这样子，再竹篮，好不好？基本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330滴，那应该就他爆炸了吧？我觉得应该爆炸了吧？好，330滴，哎呀，你看胡巴只是诱饵，我就是要等你杀我，就这么简单。各位会玩了吗？我的胡巴就是诱饵而已。那基本上应该他爆炸了啦，他等一下我就直接拿两张双枪，应该他就输了。啊啊，投降了，有没有？非常简单，这回说真的非常简单，因为战术其实就这样而已，真的就这样子，一拳超人，就是在等做一拳超人了，好不好？好，那色真龙的这个忍蛙 Deck Team 非常的简单，想要组的朋友们自己组看看啊，怎么调整你自己调整好不好？那我觉得我组的已经算 OK 了，但是我觉得偏慢的原因就是，如果对方会抓你后排来打的话，那可能就不好打了。那如果对方就是只一拳一只一拳一只那种的话，那我们也许齁可以跟对方打，因为我们的胡巴就是要去送死了嘛，送死完再开异兽环直接大量伤害，直接崩炸，对方就爆炸啦。好，那就介绍到这里啦，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拜拜。你看，330直接秒杀也是很爽的，对不对？好啦，那爽牌啦，好不好？那我是觉得没有，也是算二线而已啦，不到一线。OK，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